驱蚊香包能用多长时间？驱蚊香包能用10到15天。不同地区使用的驱蚊植物不同，但主要以当地分布的富含桉油精、方樟醇、月桂烯、麝香草酚等成分的植物为主。叶是最常用的驱蚊植物部位。民间驱蚊常见的3种方式有：一、烟熏，可用新鲜植株或植物相关利用部位的干燥品，通过直接燃烧或放置于炭火上产生烟雾，达到驱蚊效果。二、在室内悬挂或摆放新鲜植株或植物干品，通常将植物鲜品摆放在室内地板上或悬挂在卧室门窗、墙壁或床周围等处，代替蚊帐起驱蚊作用。三、将植物叶、茎或果实等捣碎，将其枝叶涂抹于皮肤表面，或煮水洒在皮肤上，也可直接涂抹植物的树枝、油脂。